嗨，大家好。哎、欸、有哎、欸，游戏画面有暗下来的感觉、欸，快8点了，游戏画面越来越暗。哎，哎、欸，疾风，你家什么时候后院有异步啊？帮我抓个四五只给我。这里真的有异步没有？干！做个七次一，那个什么，他名字叫什么东西啊？貔貅啦，哦，貔貅哎，七次貔貅出来哎，我是分开锁的哎，啊，每次遇到貔貅是怎样？气死！看一下哦，安安。等一下，等这一批蛋孵到生物科，我们去锁皮球，不不不，不是皮球，锁一步吧。你三，锁你三。哦，再两颗。我等你锁到一步，等到几点？你而且那时候是刚剪完片呢、啊，哦，就画面越来越黑了耶。来一颗，有一安安。哦，那前几天看《金牌特务》啊，二。我想说，奇怪，这首歌好耳熟、哦。然后听听听听啊，这不就宫崎骏的那首吗？那个《星之谷》里面的乡间小路。哒哒哒哒，哒哒哒。那时候听到这首，哇，他就是很怀念。模拟泥哦，模拟泥是在4天就有了、啊。不行，这伊布。昨天关台前是说锁到伊布就睡觉，结果关台了，锁不到。啊，剪完片又锁不到哦，哭烂，我以为是催眠，什么催眠？是乡间小路啊！我现在不敢播，上次播了卡莉怪妞5秒钟就被版权攻击了。是叫乡村路吗？对对对对对，对乡村路啦。乡间，反正就类似一样的名字啊。对对对对对。因为那时候我回去看《星之谷》，就是为了要听那首歌。本怎么了？哇，晚上了。怎么卡住呢？啊，这这这，恋爱这首，对啊。我有时候回去看宫崎骏的歌，大部分都是边看边听他们的歌，还有《魔女宅急便》也是啊，我很喜欢听《魔女宅急便》的歌，有时候都会去找那个人家的那种钢琴版来听，和那种一样都有版权的，我就只是边听边剪片，原曲是英文歌，真的假的？我不知道欸。这我第一次知道哎，哦，所以原曲是从英文那边来的。我突然觉得我好像那种说，
啊，这个就是我们，我这样就搞不清楚来源嘛，就硬说是自己啊，自己赌博的东西。好，我们先跑一下，跑完这三批蛋啊，我们就开始出蛋，不是啦，开始锁锁一步。哦，也是啦，突然想想宫崎骏的歌，不啦，宫崎骏其实那时候都是很多去取材故事的，带着蓝白自行炸弹走蛮可爱的，有啊，我之前带着顽皮蛋走过的啊，顽皮雷蛋走过，你看这个是水系的飘飘球，嘎嘎早安！我搞不好之后所那个抓裂空座就边打日马边抓了。哎，不是，我问个问题哦。那天我不知道我是没看到还是没人理我，就是说我是不是可以在插石板之前存档，然后再进去抓裂空座，这样我就不会被困在里面的空间了。还是你没有回答我，我真的忘记了，就只是要多走几步路这样子。又有前锋，我今天精神状况很差，不知道欸，感觉做噩梦了，好像正是梦到皮丘。没有啊，就是说不上来，可能今天比较热一点，然后我有去换短袖，非常忙，而且我本来想说，反正后院会锁两天嘛。两天宝可梦，我想说，不然今天也可以开到12点之后继续抓椅子。哦，在，我今天的大头，我今天有大头菜，好爽。早上去换了一批大头菜，开心。现在在哪里？在这里，642，先存着，缺钱再卖。小妞安安，我觉得杰克应该是没有要玩这款的。哦，然后稍早有看他在玩那个《麦块地下城》，我其实那时候很后悔一件事情，是我《麦块地下城》是买他爸版的，因为那时候不懂英文，就点了。那什么按词购买之类的东西，有买下去，然后过了4-5天，然后就是 Amigo 那边陆续开始买，然后等到上市的那一天才发现说，他们买的是登录器版本，我的是360版本。那今年 Steam 上又出了地下城，我想说还是又再买一款新的，然后在 Steam 上。可是记录那些的话，就可能要么看有没有办法移植过去，要不然就是装备丢给谁，然后从他那边拿装备这样。你在诅咒？怎么了？啊，就聊天室应该有些人没玩，还是没回答我裂空座的问题。WHAT
我讲真的，这两次升到的那个公的卷卷额，当下我也没有很开心的感觉，我会觉得说，好像是公的哎，都有这种想法。所以那时候升到卷卷额嘛，第一次是私下不小心升到，然后第二次是开台的时候升到嘛，那时候都没有那种很雀跃的感觉。不是，我是说蛋裂开的那当下，我也没有说耶毕业啦那种感觉。他没存云端，我之前重灌记录没了。不是，我知道他没存云端，他存在那个西槽的里面一个地方。所以那时候我在备份的时候，我特别把那个拉出来。我现在要做的想法是，要不要再买一个新的游戏？不然从登录器那边登录也比较方便啊，或Steam比较方便啊。因为360那边游戏就只有《麦块地下城》，其他就没有了。给我东西，早安。你们觉得我实况还能在做几？没有，之前怎么讲？之前不是有粉丝会问像哈记啊、影月那些问题，都是将来还会继续做实况吗？就是那时候回答是好像是那时候是问类似就是小妹妹吧，还小弟弟，就是说长大还看得到你继续，还可以看到你实况吗？他说。当然还看得到啊，什么之类的。如果还有在做的话，那现在想想，好像才两年发生吧，就觉得好像没落很多啊。在掉爱心鱼，你知道爱心鳞片啊？是爱心鳞片啊，那叫什么？金枝鳞片啊。云云安安，对吧？现在很严重的意识到，因为在这环境怎么讲，也不算有饱和啦。反正只要有那种有能力的实况嘛，就有办法做起来。我只是刚好持平。想说刷一刷之后免费，你去地下挖一挖就好了啊，反正你后面要挖一些东西，你不可能没有十个鳞片吧？你在地下挖也不够多吗？还是你都没有在地下挖？你看啊。我那时候学技能，学一学什么东西一大堆，也是花了一大堆鳞片走啊。你看，我还有19个哎。你很少下去，给我下去！你个去挖矿，你很少下去，那你后面神兽要抓皮
你的迷之碎片要怎么来？有想过这件事情吗？你的最最还可以打错字，哇塞，嘎嘎你好猛哦、喔！对啊，当时不就是说兔窝，兔窝盖那一群就是给你们一起下去挖矿的。那前期啊，后期大家在孵蛋跟锁连锁了。有订宝可梦阿尔宙斯吗？有，有干爹送我。等一下，我一定要。你知道我每次在玩宝可梦的时候，我都是鸭子座，只是鸭子座吧？对，所以我现在每次玩都是，每次大概鸭子座做到10:30、11:00才会开始，就是蹲着做或是做正常的姿势，然后才说啊，脚麻了，脚麻了。好，现在调回来，哎呦。你们11:00来挖矿，11:00，你诅咒诅到11:00看，又不知道他后面，因为我对开放这样就讲了剑盾哈，剑盾他也是就是大家在一个大空间里面在抓宝可梦这样子，那只是当时剑盾是不知道是大家看的效是不是一样的，像这个吧，就我们地理不是遇得到吗？然后在一个空间，可是我们看到宝可梦是不一样的。如果他是抓回去再跟魔猎人一样抓回去之后可以再打他一次的话这种孵蛋过程真的让人感到疲倦，如果一直没有异色的话，是现在这个孵蛋我有孵到异色啊，我有孵到，只是没有孵到母的而已。在哪里？这只啊，你看，5V 母的和公的，然后这边有一只5V 公的，缩小母的而已，而且那一只是笨拙哎、欸，打眼，笨拙还好啦，吃个胶囊或膏药就好了。现在是。找事情做，开台聊天。对啊，连锁失落感超大的啊，所以我才一直很不想要去连锁。反正就是投资嘛，你孵蛋就是长期投资，那你去连锁就是去赌啊，就是投资报酬率的问题。我
在想到时候红包买埃尔宙斯，所以这代没有关注。这代有皇冠能改吗？皇冠能改什么意思？你说可以吃皇冠吗？还是说可以洗皇冠出来？然后反正现在 bug 复制那么多，这代有皇冠啊。不，我再连一步，这样算了吗？我等一下就要去连了。然后我连一步也不知道拿来干嘛，我只是要拿来去公园捡东西用的，所以真的可以不用带色尾，只是带色尾比较爽而已，真的是爽而已。我其实不太清楚银冠跟金冠的差异在哪里。银冠跟金冠哦，他们是说剑盾开始吗？我那时候以为是 Let's Go 哎、欸，金冠银冠是哪个版本先出的啊？来开始 Y 日月剑盾哪一个啊？那时候我一听到金冠很早就有的时候，我吓到。我想说，我以为是 Let's Go 才有的，因为那时候是偏，就是大家都是，早期玩家现在大概都出社会，没有空再培养之类的，然后是在加快游戏，就是 PVP 的进行，就是有那种塔对战塔什么之类的进行。还会有金银冠这个东西的诞生，所以就是省去掉你培育的麻烦事。反正有好有坏嘛，像哈基会觉得说这就是已经没有负担的必要啊什么之类的。那对一些就是想要快速去挑战更强什么之类的东西比较方便。金银冠日月出的，我的梦已经从全母的色尾六 V 降到全母的六 V， 但孵不出母。你的梦也太梦了吧！我的天哪、啊，全母的色尾六 V 耶，色尾加六 V 耶，你色尾五 V 就很强了哎，色尾六 V， 你的梦真的太梦了哦，要去睡一下。看来是不知道宝可梦的恐怖哦。你全母的六 V， 不然你就去抓吉利蛋啊，然后泥多厚啊，那种东西出来啊。这才比较有可能欸，必定母的，你又不是说整队都是母的一色为一部。首次出现于第七世代的道具之一鬼石月，你偷偷来了，嗨，你好，你好。不过金银冠在剑盾，我记得除了挖矿跟配金外，除了对战塔，我不知道啊。我知道金银冠这个东西的时候是在 Let's Go 啊，然后再知道就是在那个麦块伺服器。嗨，夏西，你不要恨完就跑哦，给我留下来哦。我很凶哦，你他妈给我留下来哦，再跑试试看，再跑打断你的腿哦。还有跟鸟兑换什么鸟啊？是哈乌吗？只跑了，妈下西给我跑了。五月鸟机器哦，对对对对对对对。再跑你在船上教训我就好。好啊好啊，你给我来。哎，你什么时候变得这么懂事啦啊，下西。啊、你怎么每次打完字就跑啊？很多事要跟你说哎、欸。
那每次你喝完打完招呼都说哎、欸、夏西什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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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你人就不见了。那还不如多打几场对战塔，为了那个东西我也打上对大打，打到大师求职。没事，你看看我还没，看看我的训练家卡，三颗星。华丽大赛没有，制作宝分是456。哎、欸，那个你们晚点啊，你们也贴不出来。找到十项种类227，挖掘化石次数675，我觉得这个应该可以比较一下哎、欸。小鱼岛，那是因为人家上夜班啊，你坏坏。好啦好啦，那、啊、你现在要上班了吗？还是要先睡一下？好啦，夏西，哦，那你赶快睡哦，夏西宝贝，这样吗？没有啊，你也要跟我讲说。你要去上班了啊，跟我讲个拜拜就好啦。每次进来跟我打个招呼，打个哼就不见了。我怎么知道哼代表什么？代表安安拜拜要上班了，还是抱抱睡什么？我怎么会知道？你又没讲。我其实是去外遇，你要去约会了。加油加油！阿顺，你现在到底是要去上班还是约会啊？是比较谁是最强矿工的，就是先看挖化石的数量嘛，再看一下那个挖石像的爆爆碎没有啊，就那个韩文啊，之前不是叫他韩文，叫到后面他说他叫夏西啊。对啊，所以到底外遇是工作还是外遇是约会？我去外遇，你都不阻止我，你是不爱我了？哎、欸，你要想一下哎、欸，你要想一下哎、欸。是啊，我现在阻止你有什么用？你还不是会走？我要说不行，留下来继续看我的台，还是什么？不行，现在来我床上，还是你想听什么？不行，不准去，工作也不要去了，我养你，这样吗？这样比较好吗？我等一下第一个也要死。不是啊，你真的要去约会就路上小心啊！阿基尔，我不知道你那边暖不暖，冷不冷啊？注意保暖啊！说的好霸气总裁路线，你要说好的霸气总裁路线，你要这要多霸气总裁？要怎样难以高啊？你是最近看到我是有多霸气总裁过吗？没有啊。好，我们要开始我们的噩梦了。来，伊布，你快出来。好啦，看你先下班还是我先抓到色尾伊布吧。你路上小心哦、喔。宝可梦怎么不出一个一键放生？有啊，那时候第一天就有说啊。欸，我说小雨。我说哈，如果宝可梦出了 DLC 的话，是一键放生或是包包扩充，你买不买？买爆！是啊，你看你又不回答我，你到底是要去上，真的要去上班，还是要约会，还是上班加约会，对不对？你搞不好跟你男朋友是在同一间公司，对不对？
没事啊，你要想哦，你跟你男友，哎、欸，那我应该才是外遇的对象啊，对不对？我要去你床上躺着，你来啊，来，我给你地址，你现在来。现在晚上其实有点冷，你有本事你来来看好哦。好，刚闹完了，现在讲真的，我的后院里真的有异步哦。好，真的，那我请问一下，后院貔貅的几率是多少？难道跟工作约会？还是你是出租女友？哇，那你很猛欸。解除啊，来解除，来啊、哦！我为了抓伊布，看一下，我把我的银色喷雾花光了，然后金色喷雾，黄金喷雾524个，为了抓他。听说之后 Home 开放丢进去就一键放生了，哎呦，哎、欸、Home 不是。Home 不是真的要用的话是要付费的吗？它免费的格子不是不多，蛮常容易遇到貔貅的，不是蛮常容易遇到貔貅，是我这样子断掉连锁，连续遇了7次8次，你可以问一下雨恋，他看到快笑死。我男朋友都很常跟你外遇，哎、欸，不是啊，我在帮你顾你男友，哎、欸。你想一下呢，我在帮你顾你男朋友，哎，我怕他出去乱来。你看，这是昨天的吉利蛋都出现了。淘宝不是断连锁，就断连锁啊！我的意思就是给他断掉连锁啊。但是下一个又遇到貔貅的几率，哎，是多少？你看哦、喔，我这样子断掉再遇，断掉再遇，我连续遇到了7次貔貅，就这样子，我跑了50步再按一次。然后又是貔貅，我现在看到貔貅是整会翻白眼的那一种。你才是小三，对不对？没有，我才是小三，好吗？爱情中不被爱的才是小三，你要知道这件事情。你要知道，你老居爱我，但我不爱他，懂吗？你们是彼此相。工厂停电，等我一下，挂台追剧，靠腰哦。好啦，那个下期。那个工作加油，这样，嘉熙，工作加油。不行啊，我讲这种声音我会其实笑。第一次放十八等的几率会不会比较高？哎、欸，阿香有吗？你觉得有用吗？我那时候其实有把等级压低过，可是造成说我跑也跑不掉，我还被打死哎、欸。馒头吗？馒头，好馒头，馒头好啊，好馒头。你放低音不错哎、欸，我喜欢，真的哦、喔。那你以后只要来打招呼，我就讲给你听。啊，你要多留一下呢，不要，啊要去工作要忙要讲呢。十八等，刚刚那个小三言论，为什么想到妻子的诱惑？嗨，达达。欸达达，你有没有看到我贴的那个分享那个文章？那个鲨鱼吃人，然后元凤吃鲨鱼。达达安安，是我们可爱的灰鹦鹉。达达，好了，就你了，十八等。啊，我觉得都运气耶。刚刚那是繁星吗？什么声音？你是说什么刚刚我叫什么夏西什么上班加油这样子吗？干是我啊！阿妈在烧了，我来了，把阿妈抓去烤了。鹦鹉是深海巨兽哦，何止深海巨兽，鹦鹉是暴龙哦，会飞的暴龙好吗？那就是鹦鹉了。夏西安安，哎、欸，不是啊，是啊，我会不会被他打死啊？我的多边兽。那、啊、多边兽别死啊，撑住啦、啊！
下载，特工提高。欸，下载好像真的棒。没能跑掉，让我走。又萌又恐怖。对啊，所以我就说，我只要讲那种很低沉的声音，我其实会讲到自己笑出来。给他带一颗烟雾球，一定逃掉。你这样讲很有理耶，我要再把那只小火马身上的烟雾球拿过来了耶。可是你要想哦，我第一颗丢先机球后，啊，多边兽一定会受伤耶。只有雾。啊，我放错了，白痴啊，小火马。只有雾。你看啊，18等，然后，哎，请问你是有亲身经历实测过吗？等一下，谁在烧？等一下哦，是阿嬷的肉。你们等我一下哦。哦不，到底谁在馒头那边？快回答我！老鼠馒头，我要吃馒头。光玉的馒头啦。欸，白痴，白痴哦，这野生的我没有锁，我还没锁。白痴哦，没有锁了，我不吃馒头了，我不吃馒头了。可以换一只上来给他抓，能打人，那一步打人，一步打人，妈的，一步打人，逃逃逃逃。唉，我刚刚为什么会按到那个啊？哦，所以等级低才会遇到，是不是？有这件事情哦，是吗？欸，阿香，其实昨天，所以刚刚是哦，不对啊，哦，白痴哦，不是啦，皮卡丘会遇到这个啦。不是啦，他遇到这是野生的啦，你看，欸，不是，我是要连锁，我不是要那个啦，哦，我懂你意思了，可是可以先出草跑一跑，不是啊，你有没有看过我的影片？你信不信我踩进去马上遇到？哦，可以这样哦，然后我再换是不是？看，我很怕一个。第一次看到有八个人在吃馒头，难怪我传不过去，我气死。可是这样遇到其他不会断连锁，没办法，我讲一下，他的意思，我刚刚按过你们了，都传不过去，他的意思是说先遇到一步之后再换掉啦，但太远了啦，很恐怖哎、欸，好看好啊，先看好喽，一步，
两步。皮卡丘。遇到第一次一步就直接高等的换就行。对，我懂。下载。连锁好像不会算第一支的等级耶，没有啊，试试看嘛，搞不好有都市传说啊，你们搞不好以后成功就跟着我做了，有没有？要我切地图吗？不用不用不用，你们吃，反正还有十点的。然后宝可梦，这时候换。聪明吧我，哈，聪明如我。反正试试看嘛，有是有机会啊。我遇到的皮卡丘怎么不是发出声音？发什么声音？先跑一跑。宝可梦，为什么你都遇不到稀有的怪？你知不知道我早上真的遇不到哦？欸、不是，它太远了啦，我会遇到吧？你只会遇到稀有的，我就不知道啊。不需要你啦。只要你啦，我的眼泪快掉下来了哦！不要逼我，没事，我们试试看嘛。反正有些都市传说讲出来我信，好不好？你们敢讲我就信。我不要，你吵再大，我也不会上钩。我当时去看你说什么离自己最远的草丛，我也不是很懂。不是，就是你抓离自己越远的草丛啊，成功几率越高。我等下解释给你听。我觉得可信哦。为什么可信？其实也不可信啊，因为我其实早上也是有连续遇到三次那个吉利蛋过。阿伯苏鲁在第一只就不用跑出草丛，不是？那我问一下哦。他是按下去的瞬间决定，还是碰到草丛的瞬间决定？所以我要现在这个时候换，然后按下去，然后要走的时候我再麻烦一点，这样子走过来，然后再换过来。没有，我阿香啊。你这边突然炸出七只小黑了。宝可追踪概念我不是很懂，毕竟我只有玩电动。来，我解释给你听哦。好，怎么会跳？就比如说，你看哦，啊，这都是最远的。来，你看，以我为中心嘛。比如说这一格好了，好酷啊！这一格，
那我周围的一格算第一格，然后以此类推嘛，他草丛最多是四格。那你一格如果打死的几率是加 53%， 第二格是 63%， 第三格是 73%， 第四格是 83%。 打死的话是成功连锁几率是这个，那你如果用捕获的话就是加 10%， 所以才会选择最外面的话是加，就是 83% 加 10%， 所以是 93% 的那个成功连锁几率。所以那时候就是会大家都是选这样最远的，这第四个对不对？然后就是这样子刷，嘿咻，草怎么会跳？就是那个啊，宝可追踪啊。你放第一只，很少中途遇到怪，有吗？那我跑给你看哦。往走的喽。在锁谁？伊布啊。你第一次放谁啊？我刚跑一跑就遇到十八等的那个啊，伊布啊，所以我刚以为我连锁失败。你看，没有啊。你放皮卡丘，原来这里有伊布。这边的伊布你要去每天不一样啊，你要去问豪宅主人。皮卡丘，对啊，他怎么不是皮卡丘这样子啊？好吧，谢谢你的都市传说，我觉得对我没有用。有没有看到了？这证明不是每个人都适用。都把小偷把对面秒掉，还偷得到东西吗？偷得到啊！你忘记我那天的王者之阵怎么来的吗？对啊，因为连锁的等级是18等以下的啊，刚刚有锁到16等到18等之间的啊。我看，所以阿香，你懂了吗？所以你现在是叫我抓皮卡丘的意思喽？应该是叫抓皮卡丘的意思咯，那我试试看。
皮卡丘这么容易出，我也只有皮丘。别说了，我也希望他不容易出啊。我就希望他这一次都不要给我出，好吗？啊，我知道了啦，我放错只了。我怎么那么傻呢？别说我傻，傻在爱他。哎，不是，哪里？哪一只？啊，这只啊。十八等的，好不好？这为一步啊！啊，不要骗我！骗人，骗子，他就是个骗子。不是，我还忘记换。欸，他会咬欸。没有，我是说主人骗子啊，不是说你骗子啊。哇，这特效。哇，吸太多了吧，你有病哦。崩溃啊，当然崩溃啊。而且还是不小心踩到一只伊布欸，不是连锁的伊布欸。这代没有防闪吗？我防闪，我是防闪。哦，我好像听过原闪跟防闪欸。什么意思啊？这我不知道。假掰。欸，我刚刚是怎么撞到？他是他同整等级也会撞到吗？方快闪跟星星闪，哦，不要摇屁股了。欸，他不可以升级耶，他升级我就没有一步筹码了。阿香，是不是没有用了？阿香，阿香，是不是没用了？定草前喷雾搜寻，定草前喷雾开搜寻也有遇到使用。你在讲什么？我刚刚不就进草前按喷雾了吗？抓皮卡丘是不是？又进来哦！进草前喷雾开搜寻器也有遇到，就是命啊！哎呦，啊，经验好多，好恐怖，好恐怖！好恐怖，好恐怖！有雾，放下。那、啊、他进化我按叉叉就好了啦。
可是现在不是你进化的时候。来，过来，就轮到你了，对吧？拜托啦，我只是想要比丘啊，不是不是，又要讲错了啦，哎呦哎呦，皮卡丘，哎呦，你看抓起来的声音跟遇到野生的声音怎么不一样啊？你想要丘什么丘啦？艾米亚，哎，不要你！皮卡丘，你看叫声不一样啊！啊，你们去交配啦！不行不行不行，我们还是换回来吧。我觉得真的是阿香你运气好，可能还没抓之前的敌人，我之前的敌人谁？他看怎么都点在这边。安安，他就真的很难遇啊！我不知道为什么。我之前明明也是用阿伯苏鲁在这边抓的啊，那时候才60级等吧。苏景安安，5%，对啊，5%。我问一下哦，皮丘几趴？皮卡丘几趴？哦，当成敌人声音哦，威吓的声音是不是？待会刷出反而莫名其妙出皮丘闪回链吗？我抓起来而已啊，抓起来然后放电脑里面啊，当然不练它，练它干嘛？晚上都10%，你说所有宝可梦都10%哦？那是要白天抓啊。我醒来了，等你断了我来做坏坏的事吧。我一直在断啊，我一直没有成功连过啊。皮卡丘跟皮丘晚上来值班，我们来做坏坏的事吧。好啊。啊，这边不能坏坏，等一下哦，这边也不行坏坏。好，这边可以了。那请问早上是几趴？因为早上如果低率很高还是很低的话，那我一直遇到连续6次哎，7次哎，还是我给你一个惊喜，什么惊喜？
可以不要一个吗？可以五个惊喜吗？我会太贪心，我想要五个惊喜，五个惊喜满足后，我就可以去玩裂空座了。哦、他尾巴好恶心哦！哦，好怀念的叫声哦！不要关房，没有没有，等一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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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只要还他，我只要摸过色尾而已，我要补图鉴而已。很想要惊喜耶，想啊，想疯了！你看一堆惊喜跟在后面跑。他不是给我想要的，有没有？他给我更多的皮球。这梦幻太绿了，这梦幻就怪怪的啊！但是我是想要补作为图鉴而已，所以我还他了。作为克利亚，我讲什么？超梦啦！哎、欸，你这什么蛋啊？阿叔不想做的梦啊？你就知道皮丘害我造成了多大的心理阴影了。哎、欸，这是什么蛋？坏坏的蛋，坏蛋。雷姆送来的蛋，好吧，晚点来生看他多坏。还有吗？没了吧？哦，没了。好啊，那个谁，阿香来吧。啊，我喝个水哦。被交代说还是六 V 的，对啊，就是怪怪的啊。啊，我是说拿来摸啊。他后面会放生掉，或是给别人。因为他也不会想要那个香香耶、欸、哇香香你要什么啊香香你的名字好好听哦、喔、看到这些伊布的没有今天抓到的是的啊而且那时候第一只还是哦，都十八等哎，真的是哎，不是怎么你也是坏坏的蛋，你不缺东西啊，缺一下啦。等一下，你这惊喜就只是普通的蛋吗？这就是普通的蟹肉蛋吗？原来蛋可以交换，可以啊！我之前有送，我之前不知道送什么，还是把蛋传出去，不是吗？哎、欸，不是，你有没有你的 ID 啊？传一只给我，传一只随便你的 ID 给我，我要收藏。有吗？可以跟你要一个你的 ID 的吗？欸、你真的不要哦？我自己孵出来的坏坏的蛋，哇，香香的伊布，你看，感觉就很香。感谢香香，这是什么蛋？可以剧透我吗？哎、欸，你真的不要哦？
这很棒哎。这样你还有吗？没了。走两步就出来了。你认真？可是这名字就是我的了哎、欸，啊，等一下哦，清明的香香的蛋，如果是坏坏的一步，但我也想要，对不对？坏坏的一步我也想要，这里，你之后就要带队喽，香香，香香的一步。跟月亮一步一样的月亮球，所以是一步，所以是一样的一步吗？不一样的一步。不必一步想练哪一种进化，还是说不进化？我不会让它进化啊，因为我已经进化个啊，是那个月亮一步了。你说两步哦、喔？悟到了第一只完美的一步，你是说设为完美的、喔？一步，两步，三步，四步，五步，六，七，八，九，十，十一，十二，十三，哎，十三了哎，不止两步啦，我看一下、喔，我快要孵出来了哎，好完蛋，等一下，我们要纪念这个美好的一刻，等一下啦。这个蛋说过我们要去哪里？花田跑，你下啦！你去花田孵。你刚刚不是说两步吗？走两步就出来了。哦，你精算师哎、欸！哇！所以我那时候就很好奇，我右上我这个伊布是十一，啊，你是怎么连出来的？没事啦，我没有，我开玩笑的。来，我们顺便把 M 给的坏坏蛋也补一补吧。米娅在打日麻，打车。记得有几个异色伊布进化没差多少颜色，就火伊布跟冰伊布啊。然后丑的是雷伊布跟水伊布啊。我忘记那只是哪只坏坏了。哎，不是啊，怎么一起？哎，你对我太好了吧？天哪、啊！欸不，可是我觉得他的纸蛮好看的啊，为什么大家都不喜欢啊？我蛮喜欢他的纸。哇，还是可以练的欸。
可以射射，来，可以射射。然后关于杰克应该是没有要玩的啦，因为那天看他私下也没有再开过了，不知道哎、欸，我因为还没问他，因为有时候像昨天他高校也是没有出现，有没有多的坏衣服我也想要，没了吧？哦，蛮可爱的啊，突然看到觉得有点像种。谢谢阿香，谢谢 M。啊，你所谓的完美伊布是什么？色为六 V 吗？连两只色为不是，这是安排好的，这是安排好的，有什么？我要把那只伊布抓起来闻。哎、欸，香香不是阿香，香香，你等一下可不可以帮我命名？把你的衣服命名香香，五 V 够完美吗？我觉得很完美了啊！你要不要把她变美女？先让她丑一下吧。等我有在做保分。零工色为衣服，哇，很完美呢。所以你是一直在敷衣服吗？啊，那我用一只色维的卷卷耳跟你换好不好？就是我把色维卷卷耳给你。零工在你眼里是完美，现在对我来说也是完美的啊。你看看那个大力士的玛丽露打自己多痛啊！你敷了16箱，才16箱哦。哎，你。那你很幸运呢，你看看我们敷了几箱，用小王子吗？对啊，他都给我5V的了，我给他5V也可以吧？哎，你不要哦，吓死我了！我加香香的衣服。假设闪焰先锋大概是 HP 攻击防御的，皮卡丘。你会跑去打对战他，所以在我眼里零工伊布是完美的。有啊，那时候他们说伊布其实攻击的不是只有一只吗？这草跳得很快哦，是不是伊布？啊，怎么又是你？好想跳过前面的动画哦，就是一般对战直接跳这动画就好。泡芙早安，有玩过皇冠加薄荷版本就回不去了。对啊，所以就不知道阿尔宙斯的版本会是怎样的啊。我双马尾，你说他双马尾，
你想一下欸，你有想过他头上的不是马尾是手，还是他的手上那个其实不是手是马尾，他是四个马尾欸，奥福你想一下欸，不是六个马尾，你看他鼻孔，他鼻孔上也是马尾，我女神说她是冲马尾，你女神有病吧？那她有抓吗？请问，那请问她要把这双马尾的抓在她的队伍里面吗？没有，对不对？那这个是什么？三太子，三马尾。火跟叶哦。还没有抓，还要打他上万遍，什么意思？什么意思？他还没抓，还要打他？为什么？现在对哪只喜翠形态的宝可梦有兴趣？其实目前喜翠形态的不就哦，应该大家都一样的吧？就索罗亚。索罗亚应该是大家想要的了啊。那个卡地狗跟顽皮蛋就288。那个什么雷霹雳电球，有卡地狗我还好欸，哎呦，双马尾宝可梦，还要抓别的双马尾，结果一直遇到这只双马尾，还有哪只双马尾啊？我来看一下哦、喔，还有哪只双马尾啊？这只，这只，你想一下。他这个不是手，是马尾的话，是不是回不去了？对不对？还是这只？你看肚子的是手，头上两边的是他的马尾，应该是这只了吧？对不对？你的女神应该是觉得要他想抓这只。还有谁啊？这个也不是马尾啊，还是这个？这个也是什么马尾啊？这个不是，这个这也不是啊，这是包包头啊。欸，泡芙你怎么乱三人虾啊？还是这个？这也不是啊，这个也不是啊，是呆毛。喜翠的勇士音蛮帅的欸，你去看记录的。好，双马尾啊，一定是这只了，找到了，找到了，找到了！欸，泡芙找到了，双马尾，长耳兔双马尾，没有长耳兔不意外啊。这只的话，它本身队伍就有了、啊，好像是，真的是吸盘魔哦。那他要去地里找哎、欸，还是这个啊？
没了哎、欸，这不是啊？哎，这算双马尾吗？不算吧。没了啊，没了。好了，双马尾看完了。我还以为是大嘴娃，大嘴娃双马尾是Mega形态啊。可以换繁星清明的小王子吗？可以啊。欸，你帮我把名字改一改好不好？帮我叫他香香。可以吗？可是那只小王子可能没办法练哦。他是啊，你可以吃药膏药跟他换。改好一只了。那我的名字要改吗？我改繁星，还是要改什么？这家伙一直出来，你锁他啊！我跟你讲，早上就是皮丘一直跑出来，害我都想说奇怪，我不是逃掉了吗？怎么他还是跑出来？你要5V 的还是要路边抓的？找在哪里？欸，嗯，都可以啊，都可以，你认真，认真。认真不行啊，你对我那么好，怎么可以随便给？不然你会给他吃金冠。等一下哦，还是帮你省一个梦特的。嗯，是小王子就好。一堆耶，是，你要佛系还是繁星？还是福？屌！嘎嘎，你讲啥话啦 ？QQ， 我吗？我本来吗？你要哪一间？刚刚那一间吗？我被叫去工作了哦。欸，等一下，你是要再给我一只哦、喔？我想说，你把原本那一只帮我命名就好了啊。它很温顺哦。我还缺几只伊布啊？缺几只？你还有两颗蛋，为什么你都有办？你是要蒸出来之前存档的意思？
哎、欸，不是啊，这只不是你要的吗 ？Hello， 你不是要这一只吗？哎、欸，那我再给你一个，我再给你一个那个好不好？已经学好弹招的。给你一个学好单招的，这两只不是哑巴，什么意思？送来了 egg， 我变成英文版的。好，敷敷看。不是伊布，没关系，没关系。不是小巨鳄吧？怎么是幼儿球？黑暗鸭有臆测过吗？记得有人在刷塔无脑接受恶作剧之心。黑暗鸭有啊，我们的欧元爸爸有啊，他亲手把他打死，我只是想要黑暗鸭的恶作剧之心啊，所以那天请泡芙帮我刷了一次。哇，你哪来叫我？我受不起。我担当不起啊！哦，所以我就想说，辅助角色的话，那时候是想到恶作剧之心嘛。可是勾魂眼的话，刷蒙特就是要用到膏药啊，而且勾魂眼能放的技能好少。好累哦，大家晚安，狐狸晚安。欧元啊，就欧元爸爸、啊。哎呦，快出来！对啊，所以那时候才，你就把那个通通忘掉嘛，然后你再带去给那个啊，也不能通通忘哦，你就去孵化学一下拳击就好。那个是某位观众给我的，然后我有持续在生，然后现在还是生不出母的色尾，对，还在努力生。那繁星，我这边有一只坏的伊布要吗？多坏啊！
有多坏？没有，现在刚那个 M 他也想要啊，他不要分他，他其实很喜欢伊布、啊。我看我缺几只哦，好摇。利欧路也有耳朵巨石，但不知道能做什么。因为顺风、大晴天那些，不过你想要是蛋哇？蛋不是蛋，那你可以命名为允云吗？那你不，我跟我想的差那么多。不是啊，我若想差那么多，我以为他是小巨鳄之类的，怎么会是木手工？怪怪的，我要把它存在垃圾里面。你要小巨鳄？我没有小巨鳄啦，我说我以为是小巨鳄。垃圾勒放在这里，小巨鳄的配色有吗？它再蓝一点就小巨鳄了啦。不过我很开心是啊，白痴哦、喔，幼儿球是这一只哦、喔，我以为是这一只幼儿球。小巨鳄那个啊，那个谁，疾风有抓、啊，又有求小巨鳄啊。不过很开心啊，又有金色贝壳了。我本来想说，生完卷卷耳之后没有要生的话，应该再生一只贝壳出来吧。你忘了命名在哪里？对呀，海带市，然后那个大楼，沙发上的阿伯。沙发上的阿伯，那少宇你要什么？Coffee tea or me？ 那时候小时候听到这个广告，我完全听不懂。等到了就是念了国中之后学英文，那才听懂这句英文是在讲什么。都可以欸，那我给你穿山鼠，无情的龙龙鼠。欸、结果我以为我的虎虎很痛，那天被摩卡的那个暗影球还怎么劈一下啊，怎么快一半的血了，我以为很强欸。好，应该还要再带果实，有没有带个什么什么果，然后再跟他打。那我们去88你。哇，你们这样是加速我去抓裂空座欸。你怎么还在听啊？你有没有在开台啊？虎虎有剧毒吗？虎虎可以学剧毒的样子。好，那我刚好没有。那你多跟你拿一只珍珠宝可梦，什么珍珠宝可梦？一只珍珠哈，虎虎可以学吧？
我那时候没有想到 OK 啊。你在解图鉴孵蛋，你打过了吗？你打完四天王了哦、喔。哇，放火是抓到狩猎凤梨的射，这么屌。那他打赢四天王应该很简单的。打完了，牙血剧毒很好用，我就跟我换两只哦。好啊，我想说给虎虎学那个啊，陀螺球。然后嘞，在学手速吗？你怎么打过的？你嗑药过的吗？哎呀，我怎么可以给你？嗨，抱抱，嗨，抱抱。啊，你剧追完了吗？繁星有莎莎吗？莎莎我没有要练欸，有一只有孟特莎莎了。哇！莎莎小时候色尾比较可爱，对啊，我比较喜欢她小时候色尾。多送你一个 ID， 这别人的 ID 哦、喔。能借我几分钟吗？让我把眼泪流完。来，我的胸口、我的大腿，让你……还要大腿不对，我的胸口、肩膀，让你哭。这谁的 ID？木回念要吗？看一下哦，我看我的色色有没有可以色色，还有位置哎，是有。你的伊布难产了吗？根本出不来啊！刚刚一大堆人见证了，根本。一步到一步啊！等一下哦，我整理一下，刚刚那只在哪里？还有一只嘞，我的名，我名字的莎莎，好来。色色嘞，这只一不赞哎，我不知道为什么会割爱割割给我哎、欸，我会把它带在后面一直走。
啊，按错了，我按错了。不是，我没朋友。是，不是要全球交易厅？放我走，放我走。我没有，没有，没有，你看错人。对啊。哎，里面有东西哦。我是看到有球。这里面可以来吗？我有看错吗？有没有？右下角红红的，怎么去？怎么去？这边怎么来？哦，有密道哦。哎，笑死！不对不对不对对，你是0800。来，有多少人来过这边了？原来那里有东西，对不对？我突然就是晃一晃，哎，怎么红红的？看到。那我给你穿山甲，啊不，打穿山鼠。它真的很好看。欸，跟你讲，我 Pokemon Go 啊，就是那时候第一个抓到，就是欸，那时候是我的第一只那个什么莎莎，就是色尾，而且那时候能力是已经快满能力了。然后就是在等那个社群日有鲨鱼的时候，就在那时候把它进化。进化完之后，我好后悔哦。繁星有正负电小可爱吗？有啊，全图见了。够了，够了，够了！谢谢，谢谢，谢谢！好了，好了，感谢，哪让你太多了，哪你太多了，谢谢你，谢谢你。正负电小可爱，你觉得他是小可爱吗？我觉得他是恶魔，进化超丑。对啊。欸，他配色如果维持的话，我觉得很好看欸。也不是说超丑啊，就是配色完全就只是颜色改一些些而已。你看怎么走？哎，哇塞，香香，你太会敷了吧！我应该要分可以射射跟不可以射射，对不对？不可以射射就是不能练的，可以射射就是可以练的。进化还比一般丑。还好他没有 Mega， 那时候设为 Mega， 小雨说怎么不行？他说如果对手用 Mega 那个 Mega 的烈咬露莎一登场，他直接训练家原地死去。啊，我们来吧，我们继续看笑话。好哦。好哦，好哦，我们来看看吉利蛋会先出来，还是伊布会先出来？如果香香你说的那个方法，普通遇怪可以啦，可是连锁没有用啊，会锁还是会锁到等级低的。哇，为什么不用脚踏车？我懒，还要登录，还要下来，我懒。等一下，我在 DC 打个东西，我想打个 DC 动态。辛苦了，好，打个辛苦了。头也 mega 丑，哦，
Mega 最好看的是谁？来说出来。对，就是裂空座，没有啦。当然是我们的。对，靠腰，Mega 长耳兔啊，美腿兔，宝宝，老喷下去。干你们这群叛徒！小泡芙有 Mega， 还以为盖欧卡来，原来是那只，还以为是盖欧卡，原来是那只。哦，盖欧卡那个是始源吧？那请问 Y 超梦好看吗？我觉得 Y 超梦真的是不敢讲哎、欸，可是 Y 超梦有电影版哎、欸，我是蛮意外这件事情。然后那时候 Y 的超梦，他好像是平行世界的超梦吧？啊，他出来了！我跟你讲哦，然后那时候早上的时候，我就跟雨恋说：“现在，请你双手合十，眼睛闭起来，祈求就是抓到之后还会有下一只。”你知道吗？我今天真的是手感放在大腿上。然后手合十，然后眼睛闭起来，在听那个音效的声音。那个雨恋，你听哦，就是结束之后会听到一个很像铃铛的声音，我应该怎么讲？一个某个乐器的声音，就得了，然后就继续连下去了。哎，不是啊，你怎么会看不见？我都看见了。完了，我的阿婆说鲁变瞎子了，好可怜哦，好可怜哦，你变瞎子了吗？什么鬼？真的啊！雨恋在吗？快点，雨恋！我在洞穴乱逛，补图鉴还差好多。有些你要靠生蛋哎、欸，有些它就只有就进化型，没有初阶形态，所以你还是要你要进化它。对，你要拿那个什么圣水啊、浮水啊，然后撒在它头上进化它。先抓大概，再去看缺哪些。对啊，所以我那时候就看见我的，哇，好啦，有点不在，可恶。就是我的像，我原本的这一页就是要补图鉴用的，像这只要进化，这只要进化，这只要进化，然后这只是要生出来的，然后就这样子进化进化什么的就留在这边。那现在。因为阿亮现在图鉴满了，所以你图鉴好了，你150了哦，你151了哦，公的。我18等都还没打，直接去打球，打到进化。你18等都没再打，直接丢球，丢什么球啊？这版本就没等级球啊，就觉得很酷啊。但我很喜欢等级球哎、欸。那你可以开始玩连锁了，恭喜你，恭喜你摩卡。
摩卡要去寻找伊布了啊！你先去那个哪里？应该也是百代寺吧。就是你去百代寺，然后乔伊中心右边的房子里面一个小妹妹，你去跟她聊天，她会送你一只伊布。铲铲晚安，不，铲铲早安，早晚安。重复球也能砸。好，我打，我抓。是哦，我怎么知道？感觉跟你们玩的游戏不一样了啊！是不是前面泰欧的报应都来了啊？等级球你有？不是啊，可是等级球很少啊。不要不要，没关系。真的要说最喜欢的球是那个甜蜜球吧？不是甜蜜球，那个我忘记了。那时候球壳做了一大堆啊，公园球啦，公园球真的配色我很喜欢，黄色加蓝色加白色。我那时候差点讲悠悠球，因为不对，悠悠球是绿色。甜蜜是爱心吗？无网球不是我最爱的，是神兽最爱的，好吗？你们请认清事实。无网球是那种看起来怪怪的神兽所爱的球种，不是我。欸，我问你们哦，这个游戏的人丢球是用左手，那你们现实丢球是左手还右手？你们有办法是左撇子，不，右撇子，然后结果是用左手丢球吗？右手。对不对？那你玩 Pokemon Go 啊？你们是顺时针扔的曲球，还是逆时针扔曲球？感觉我只有一个人回答我，有办法，但应该不多。而且棒球的选手投手不是都是他们是右撇子，可是用左手投球吗？是吗？还是看人？因为我记得那时候他们是，就是拿手套的那只都是惯用手，不会球会滑掉。再看晚餐吃啥？你多久没吃麦当劳了？就妈昨天。哎，不是，昨天你们那边讲的笑话，你知道你那时候听到讲话讲到已经。笑到没办法讲话，你知道我那时候听得多开心吗？只喜欢讲一些无聊的黄梗，然后我其实也在那边旁边听，然后在玩那个猴子射气球。拿到一只玉布就可以孵它了吗？对，再来你要去抓一只百变怪，因为你要有你那只应该是公的玉布吧。那你公的伊布生不出伊布啊，所以你要先去找母的伊布。我跟你讲在哪里哦，我现在离不开。你飞到这边，水脉寺，然后往右边走，过那个门之后，右边有一滩草丛，里面会遇到什么勇气鼬的进化啊，还有海兔兽那些东西。那它里面最大奖就是百变怪。身为 Switch 带的使用者，没办法体会啊！我可以给一只设为口香糖，你让他试试看啦，先让他玩，先让他去玩。
因为身边讲到这类的太少，我身边女生都很乖，我很偶尔才会，但是我们那种油门踩到底。对，那个你百变怪就是先去锁个经验就好了，没有要你真的是锁到等级很高的等级球，然后等到你啊，你升之前，你先去网络上看影片文章，去看红线的取得方式。你有没有印象？我上次跟你说，你在那个洞穴里面迷路。我跟你讲说，你记好这个胖子，你之后会回来找他，有印象吗？哎、欸，干，你要不要通话啦？我气死！没有，其实通话一下而已啊。反正你要生蛋的，生蛋可以，但是你要生到很强的前提条件，你要有红线这个东西，好吗？你要的话再扣啊，没有要的话，可以用打字跟我讲就好了。你有开台吗？为什么你开台都不跟我讲？我可以检举你耶！哎呦喂，检举一下，右键检举，骚扰我。有啊，我有跟你说，你最近每天都开，看你还好意思说你前天嘞？你前天嘞？前天那边偷完被我凶完之后才开台。好啦，哎呦，播过去了哦，播。喂 ，Hello 前辈。哎，来到哪里了？我现在刚刚拿到一。拿到一支衣服，我知道。对，那你麦断断，我重新说一下。讲话。嗨。我有电子音，你怎么了？怎么有一点点电子音？你也有一点点。你看你语音连线是黄灯还是红灯？我看看哦。连线，它有亮灯吗？没有啊，没有亮灯。左下角啊，左下角视讯通话画面上面不是个语音连线吗？哦，我是绿灯啊。哎、欸，我绿灯，那算了，那就这样子吧。好。我现在要去找那个胖子。对，那你找之前，哦，你有好多事情要做才能生蛋。啊，真的、哦。因为你现在还要去看一个，就是我们不是说 IV 值吗？什么太完美了，不怎么样，非常好。我有那个了。哦，你有了、哦。嗯。哦，那好，没事哈。那你去拿红线的路上，有喷杀虫剂，应该也要30分钟吧？因为里面就是双打对战的、啊，会有个 NPC 跟你一起走，然后你要带他出去。啊，不是只要找那个胖子讲话就好了。没有，那胖子你讲不到话了，他死了，不然他不见了。他死了。他不会在那个洞口了。哦。对，他已经不在了。他好麻烦。所以接下来我就是要进到那个洞里面。对，然后会一个黑色头发的妹子。好，我先。确定我能找到那个洞。和你一幕分享，那个洞我走，我那时候迷路到观众快气死，所以我记下来。好，等一下，我分享一幕。我怕你观众气死，我省去他们的麻烦。我很容易把观众弄到高血压。我打日麻也会啊。哦，我也是，我打日麻他们也高血压，因为我不在乎。哦，我想要。打这样子，然后这样，然后就拿你看一下的皮可西给你的底子啊。皮可西，对啊，我看啊，好棒的。你现在干嘛？跟前辈感谢，没有我在找我的喷雾，刚找到。你可以加最爱啊，
按 Y 是加最爱啊，所以那时候哦，你可以按排序，你因为你现在是按照你拿的顺序，那你现在按最爱，对，到底说喷雾都会在上面了，有没有？对，你可以把你常用的道具就放上，像离动绳啊、喷雾那些，我会放在最上面。OK。你怎么走这边？你从冠军路下来，冠军之路下来。你飞到上面，用飞的飞到上面去。出发点就错了。对。这是一个很棒的开始。好，往下，风浪下去。我昨天看你的记录档，看到你当沙包被我打的那一段，打被鸟打的那一段，我笑死。开心吗？哇，好爽哦！要我特地剪下来吗？不用，好下去。下去。然后往左边走，左边哦，左边，左边是哪边？然后上去，上去，上去，不不不不不不不，回去。这边上去，对，然后那个老头后面那个楼梯上来，这边上来，然后右转，右转，上去右转，然后下就是这个洞，是这个洞，是这个洞，就是这个洞哦。那胖子真的死掉了。对啊，然后下去就会遇到那个黑发妹子。哦，好，如果你会卡的话，可以关掉了。好，没事，我这边绿灯亮亮。嗯。OK， 这样应该是可以好好的活着的。为什么维帝会在火山地带？可爱无处不在啊，对不对？我找到黑发妹子了。我现在担心的是连锁不要断掉，不要断。这是谁？摩卡？就是刚刚打字打一排字，很像在洗屏的那一位。那一串英文。我哪有洗屏？我只是回答你的问题而已。哦哦哦，那个胖子，好啊，好，有啊，我跟就那一位。对。我很想把他推下去，把谁？火山有伟力吗？我怎么没遇到？那这边就是对战，哎，一样就是。你可以不用喷杀虫剂啊，这边也可以练等，或是今天要羞辱他吗？我羞辱不了啦，我还没生蛋啦。啊哈，今天没办法羞辱我啦。他长大了，他打完四天王了，他也是嗑药摩卡女的，应该是啦，我不知道他有没有。我是女生啦。那这只风速狗不会打人，他就只会吼，然后帮你拍手，有的没的。好笨哦、喔！哎、欸，我不是洗屏仔、欸，小筷子。哎、欸，我现在干嘛？他会打人啊！会打哦、喔。他把一只大尾鲤打死了。哦，对耶，他会打。他可能只是不想帮你而已。没有没有，他后面真的不会打，所以一直拍手叫你打。哦、所以如果你有地震的话，会比较好，三只一起打。哦，你用性别以为摩卡是男人，你是吧？摩卡咖啡对不对？爱咖啡。我是盐。摩卡盐。我是盐。他那边是18岁以后才能进去的地方。对。我这边有警告，就是未成年请勿饮酒跟吸烟。对，那他又是那种警告标语上的恐怖东西，他就是烟。我是烟之恶魔。对。我之前叫你胭脂什么？胭脂魔鬼啊！胭脂精灵。你之前叫我对胭脂精灵。我想说，恶魔耳朵要尖尖长长的啊。对，摩卡的耳朵是圆的。来。你被很小的耳朵是尖的。啊，所以你的头上的翅膀会动的。那不是翅膀，那是脚。那是脚。对啊，那是脚啊。那头上的呆毛是什么？翅膀。那是呆毛啊，我翅膀在背后啊，就可以动啊。他谁说翅膀一定要那个的？翅膀也可以在头上会动啊。
啊，我头上它就是脚哎、欸，脚怎么是像翅膀的样子？你管很多哎、欸，我它就长这个样子吧，我能怎么办？你问我妈，我能怎么办？啊，你问我妈，你妈谁？哎，跟我说，我刚才想说你的耳朵要长一点。这个私底下讲，又长在头顶上。你不要一直把我变成奇怪的东西，这样怎么会奇怪东西？耳朵常常长在头上的生物是什么？精灵。兔子头上哎、欸哦，兔子哦，兔子啊，头上哎、欸，精灵。哦，没有啊，一直斗嘴。断了啦，打架，我生气了，没有啦，你先忙你的，又断了13，我一定没有双手合十，不然就是有人带水，哎，一定是你没有双手合十，我有，我打完双手都有合十，而且已经都是闭起来在那边瞄瞄荧幕的，这一不是兔子，是狐狸。几只？一、二、四、八、十二、十二、十三、十四只，清一色公的，完全没有母的，不好的八分之一嘞！啊，再连，反正有两天可以玩。头上真的是脚，各位，头上那是脚，那是硬的，那可以拿来戳人的。感恩的不多。我感恩的不多，嗯，哦对啊，感恩不多，感谢拳跟感谢拳一样，抓到一只，我们要原地挥拳一次啊，一万下，等一下，我现在队伍不是六只耿鬼，我要换掉，我现在觉得好痛苦、哦，为什么？不可爱，对。没有很可爱，但是我觉得看到六只耿鬼在身上比较快的。那你可以都不要看到耿鬼在身上啊。不行，那就没有快乐，这个游戏就不用玩了。又快，还是热？啊？啊什么？啊，你刚说什么？我说只有快或是热。对，我选择热。玛丽露打他，我想你敢动那只玛丽露就是宣战的号角，但是我刚用范围攻击，可是你现在不能打、啊、你现在带着那个 NPC 你不能干嘛，好烦哦，而且为什么你的脚在头上啊，不然脚在哪里，腿上啊，啊腿啊，脚在腿上、啊。哦，北七哦，不是那个脚啦。哦，你骂我北七、欸？没有没有啦，你刚你说什么不分？什么不分？什么不分？没有没有没有。你说什么不分？我刚什么都没讲，对不起前辈。哎、欸，那你等一下敷什么？伊布敷伊布还要敷什么？想敷什么？我只想要伊布哎、欸，我想全部的伊布。不要耿鬼了，对不对？耿鬼不可爱了，哇！没有啊，全不是，我要全部的伊布都拿一种，然后放在盒子里面收藏，然后耿鬼就是继续待在身上。啊，你不想生新的一批耿鬼啊？也是可以、欸，但是这样又要一直找人交换了。不是啊，那你换也只是换那几只而已啊，你可以先生出好的之后再去换啊。哦、oh. ，你在想什么？又不是叫你练到很高等之后，他、啊、再重练。哎、欸，好有道理。人家吼什么吼？哦，对吧？看你要自己从零开始学，还是就是拿皮克器去用？肯定是拿皮克器。你这样就没有学到啊！如果你要升耿鬼以外那些的话怎么办？那我就要先去抓很多。不用啊，因为
因为、也是啊，你现在看得到个体值了，对不对？对啊。对，你就可以就是看说哪一只比较高，你就可以保留它的那只基因起来。那你在下一个交那个就是班之后，它就有可能继承到那个高体。但如果你母的比较容易继承，还是公的会继承？都一样。我这样讲一下好了。好。这个有关数学哦，因为公母的个体值总共六项嘛，生命、攻击、防御、特攻、特防、敏捷、速度。对。那如果你没有红线这个东西的话，它是这十二项里面取三项。对，积三项。对。积六取三。对，啊，积十二取三，哦，积十二取三，对，你刚说六项里面随机三项，就是公母的各六项啊，哦，对啊，你今天可能是吃到爸爸的血量、妈妈的攻击、爸爸的速度这样子，哦，还有红线的话是积十二取五，哦，所以差很多，你觉得差这两差很多吗？其实差蛮多的，对，啊，等到你后面像你有。比如说五 V 好了，就是爸爸可能基因缺陷是生命不够嘛，血量不够，啊妈妈可能是迟缓的速度不够，对不对？那如果你今天是吸十二取五的话，你可能刚好吃到妈妈的其他刚好完美的五项，对不对？啊妈妈不就只有速度是缺陷吗？啊，对啊，所以再来就是第六项就是从零到三十一。载出一个数字出来，对，红线是取五项嘛，那第六项，你在生的过程中也都是从零到三十啊，所以会乱数跑掉，所以你在生的过程中也可能会生到有好的宝宝。哦，这我晚点跟你说，我可以两只不同品种的神奇宝可梦放在一起生吗？可以。但是跟妈妈，所以出来的话是妈妈，但是你要去那个宝可梦维基查，他们所谓的蛋群，就是有些品种的可以一起生，有些不行。哦、OK。啊，这就有点复杂，因为你知道臭臭泥吗？嗯。那你知道沙奈朵吗？嗯。你知道这两只可以生吗？不要问我为什么，他们就是可以，好吗？好。对，反正这个你要自己去查，他就可以查说，比如说你要现在暂停吗？我教你怎么看。好啊，等我去看一下你的画面。不是我的画面，去搜索。哦。那個、哦你打鬼子。好。然后你要的是那种。神奇宝贝百科的那种，啊，对，你的画面现在是什么画面？啊，没有，我现在在那个，哦，用搜寻，嗯，然后嘞，不能找到什么黑色背景、蓝色框框的那种，是要那个什么神奇宝贝百科吗？对对对对对，你要选这个，那边有个什么单一蛋群？对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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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那双蛋群又是什么？双蛋群就是表示说它有两个都共用。然后鬼丝的话是不定型群，你是找谁？我找鬼丝。嘿，然后嘞？然后他这边只有写说他在单一蛋群。对，他就是只有一个蛋群啊，就不定型群。哦，是吗？喂，好像是吧。等一下，我开我的 Chrome 给你看。对，我刚刚想说你直接分享那给我看。对对对，然后再等我调一下。伊布也可以跟吼金王生哦，哇哦，哇哦！我好像知道了什么不想知道的事情。这时候骗你说你又分享了怪怪的，来，你现在看到有没有左上角的那个蛋群？啊，对对对，你只要看鬼丝的那个蛋群就好了。啊，点进去吗？啊，八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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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这一、你先点，你先点鬼丝，你先点鬼丝、然后往下移一点点，看右边，你会看到他的蛋群，培育蛋群不定型群，右边，右边，右边是哪边？下面一点点，在下面，你会看到培育，对不对？点进去，然后你就看到一模一样的画面嘛。然后左边，这些都是不定型群，所以你可以去抓这之中所有的要是公的配母的鬼丝就好。懂吗 ？OK。啊，你现在要看到你往上滚，你现在有很多都没有，看一下哦。停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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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停，下来一点点。好。你再下来一点点。好。再下来。再下来，哇！花颜怪之前。啊，骆驼母之前，骆驼母之前，通通都是这版本有的。嗯。那现在最好抓到可以锁的，你是什么版？我是珍珠啊。哦，好，你可能要去抓梦妖吧？梦妖可以数。我有一只。可是要高 V 的啊。哦，对哦。对啊，没事啊，反正就是晚点你先拿到红心，我再私下教你。你现在开台学的话，有点 okay, okay. 观众教了你也听不懂啊。对，我还会当机。好。OK。那我继续寻找我的红线之旅。红线，对。好了，这边小麻烦交完。姐姐前辈，前辈最棒了。而且之后他们不是有说打什么对战塔之类的，你可能就根本没办法靠鬼丝了哦，真的要养其他的。不能靠跟鬼啊。你也可以靠啦，但靠不住啦。不是不你看哦，今天对面如果只要有一只打得赢你耿鬼，你觉得你其他耿鬼打得赢他吗？好像打不赢耶。对啊，所以才会就开始陆续养一大堆，然后这版本也可以不用繁殖啊，因为有个东西叫做金冠，金冠跟银冠这东西，金冠是可以让你的个体值用到最满，但前提是你要100等，然后他那个就是打对战点数换的东西。那银冠的话也是100等，然后他可以让你一项变成最高的那个等。哦，对战塔不能用重复角色哦。哦，好，懂了。好啦，你的你就只能靠一只耿鬼了，加油，就一只耿鬼。我不打对战了。可以稍微摸一下，我等之后啊，我就是现在设为弄一弄，然后我过几天就要去抓设为裂空座，后天。哇，加油！因为这两天是伊布在后院有的日子。啊你，对不起。哦，后院那边我知道。啊，你后院是今天是什么？啊？你今天后院是什么？我不知道，我今天还没去。啊，你不是说后院那个你知道？我说我知道后院这个地方。哦。啊，你二皮要长头发、哦，不绑起来吗？把、啊、自己的性癖。你很想把你的性癖塞在我身上哎、欸？没有，我觉得马尾很好看呢、欸。好看啊？不适合你是不是？啊？没有啊。不然我去拜托惠斯再帮我，我去拜托我惠斯爸爸再帮我做个拆分嘛。不用了，不用了。干嘛拆分？光头不是更快吗？就不用飘，对不对？你去建模更快。你去弄个光头 VP。嗯？我不要啊。不要、啊。你弄我就弄。你这样才能让人引以为戒，有没有？抽烟其实会掉头发，对不对？做一个背，那边放一个 X 光片，然后全部都是黑的。好啊，是吧？你就是台 V 的先驱。我是戒烟大使，然后还是烟之恶魔。然后你是就是，怎么讲？开台最露的就是你了。露什么？你看你的肺、你的骨头都露出来了。好露骨哦。对啊，露骨呢。对啊。还不被黄标。我可能会被当成健康教学影片。
听到黑裂空要一起加入放火跟新的行列。没错。虽然抽烟不好，但有时候压抑的时候抽根烟很痛。你会抽烟吗，木木？未成年不能抽烟哦。他未成年啊。未成年不能抽烟。滚哦，真的是不行哎、欸。抽烟不死到临头，没事啊。他们唯一的戒烟方法就是嗝屁啊。我那时候看到一个好今天好受用的那个图、啊，他说全球有什么700万的人，每年有700万的人戒烟成功，原因是因为他们都死了，全部都肺癌吗？我是不知道，只是说他们都死了。还有人说抽烟可以预防得阿兹海默症，因为根本活不到那个时候。可能也不能抽烟吧，我是没有要抽烟啊，但有人一定有啊。我说未成年一定有些啊、有些人就是未成年抽烟，我一定有啊。其实国中那时候是最容易走歪的时候啊。国高中。对啊。慢。为什么不再撑一下？再撑个几年你们就成年了哎、欸，就可以合理买香烟了啊。之前出去学长借抽几口而已，然后嘞。然后之后就开始抽了吗？我警告你不要再抽烟了哦！啊，按错了。人类的寿命很短，跟恶魔不一样，不要乱抽烟。不是啊，你干嘛跟杰学长借啊？是觉得人家很帅？抽摸卡。不要，听起来很怪。哎、欸，其实我不知道为什么，我觉得你会抽烟很不意外。啊？我说那个观众啊，不是你啦，看你会抽烟哦、喔啊。我是没有啊，我是烟食恶魔，我在呼吸就是抽烟。哎、欸，没看过我烟形态吗？我有看过啊。对啊，我在呼吸就是在抽烟。你没抽了，这样你在抽烟就是我抽你了。但是我找一下皮带好凶啊、喔、好我不抽等一下你也会啊我不會不是啊你不是你啦我关麦好我关麦我关麦讲没有没有我看你的聊天室天哪、啊、隔壁好多人会抽烟哦、喔、好我不抽好我抽你对啊，就是未成年不可以抽烟，然后成年就是能不抽就不抽这样。对啊，而且香烟很贵，还在涨价哎！你们大家想一下，这样还可以省钱呢。来，我分享画面给你看。那时候为什么叫你抓帕奇荔枝？是不是我那时候不是跟你讲说，哎、欸，帕奇荔枝啊，分享你的荧幕，观看画，有没有看到画面？倒数第二个，等一下，我先把我的直播看，我、哦、看到了，看到了，有没有看到？那是什么？嗯，什么？很多帕奇荔枝啊！不是啊，倒数第二个，你没看到东西？看到没有？哦，看到了，红线呢？对啊，为什么叫你带帕奇荔枝？他会路上乱捡红线哦。他没有，只要是战斗结束都会，逃跑不算的，就是你捕获或打死宝可梦都会有，所以他会捡到红线。嗯所以我只要带着他去打架，我就会有红线了。对。可以的话，就是要练到60以上了，70开始是最好。等一下，我先声明，我一年可能抽不到一根，我会抽几乎没有在抽，
没事没事没事，你可以抽，你可以抽。我知道你很照顾自己，没事没事。那我以后，我就那晚抽，以后就没再抽了。爸爸，你看呐、啊。留下来可以做很多事情，要吸引女人最佳的就是赚很多的钱。对，对，你把抽烟的钱全部存下来。欸，我听到这句话真的很好笑。我有看到一个东西，你知道吗？有个人、哦、你说，我讲，你说，哦，你应该是知道啊。对，没关系，你可以讲。我跟观众说，好，就是不是很多人都说你会抽烟吗？他说会啊。你知道你把这些烟钱存下来。可以买一台法拉利之类的呢，然后抽烟的人就回说：“那你有抽烟呢？”他说：“我没有啊。”那你他妈的法拉利在哪里？是吗？同一个吗？对对对对。我有看过一个版本，是医生这样，就是一个那个医生跟病人讲说：“你把抽烟的钱存下来，就可以去买一辆法拉利啦。”然后那个病人就说：“啊，你的法拉利嘞？”他又说：“停在楼下。”对吧、啊？就停在楼下。开始，把钱留下来可以做很多事情。等一下，我要怎么过去？啊！终于遇到母的了吗？那有够难遇的哎、欸！到十亿，你们可以说我家的猫会后空翻。不用啊，我说我子女会后空翻哦。啊、你子女嘞，我就说上次后空翻之后就不行人事，不行，好好坏哦。我正在找下一个，找、哦、下一个子女吗？对，子哦，我拿自己家人开玩笑，我要下地狱了，还好地狱有我的位置。对啊，我已经帮你订好房子了。你是要不要更深呢？整个地狱都归我管。哎呀。拜托，因为抽烟死掉的人多少？我没有啊。但是你下地狱的话，你会遇到很多。像那时候就是看那个啊，《金牌特务二》啊。他二的话是主要是在介绍关于吸毒、啊。吸毒是真的不 OK， 真的不 OK。可是没有，有些是，比如他那时候就有提到，有个人是。比如说什么医疗啊，或是军警那种东西，他一天就是二十小时都在工作，最后能提升的东西只剩下这毒。你看那个就是没日没夜的工作，为了人民嘛，没日没夜工作，那逼不得已就是有碰到毒品，就这样子。这样子，对吧、啊？你觉得这样是好还是不好？我觉得还是不好哎、欸。对啊，但没办法，人家还是为了大众。看，有，哦，好吧。就是真的比较碰这些东西。嗯、啊。然后里面有类似失恋的啊，然后另一半跑去就是吸毒继续。哎、欸，怎么讲？消灾吗？还是什么解压？还是什么这样子？啊，对啊，最后还是就是毒瘾，对啊，我染毒。哎，嗨，老弟，晚上好啊！老弟，快离开那一台，那台有毒。哪有？没有好吗？我要去吃馒头了。哎、欸，对对对对，我也要。我还没啦，我是突然看到时间差不多了，先上去挂一下。我去拿我的手机。
虎窝馒头团，不团喽。老君，你 是想不到凡心现在在跟我通话。他欠打欠骂啊，可是他送你一个结局。对啊，我不是说你他，我说你啦，我说你欠打欠骂，我骂老君干嘛、啊、那我又哪里欠打欠骂？你就欠打欠骂啊，还有原因、欸、我刚什么事都没做哎、欸，你这事都没做啊，你看都没做事啊。我就说我刚去拿手机吼，不是说手机的问题，在拿你手机之前的问题。我怎么了？没做事啊，为了失恋干这种蠢事。我好像只有半夜冲阿里山看日出，然后隔天回工商。哇，你好拼哦！太热血了吧，看夜景。这又让我想到我那一任。妈说要去看啊，就是看沙雕展。谁跟在我后面？干！哇！干寄生虫啊！快点掉！哎、欸，这边会断手、喔。好。对啊，哎、欸，断手了啦，小姐。啊、我在找你，我这么大张，你是看不到我。你说你隔壁呀、啊啊，北七。哦，对不起，你有点矮。看，我等下脱下来跟你讲。你坐下来是比我矮一点啊。我说脱下了。哦，先不要哎、欸，我们和平相处 ，Love and Peace。拜托我跟繁星麻吉吗？老G说的。是啊，我那时候跟他讲啊，那时候我想说，我第一次看到老G，心里是想说，看这个黑道大哥来参加 CWT， 然后来靠近到我旁边，我其实就远远看到说，哎呦，有一个好像黑道的人走过来，然后突然就走到我旁边，然后突然递一支笔给我，我就吓到说，哦，谢谢。那时候想说奇怪，身边这两个兔崽子很眼熟啊，应该是兔崽子吧？那一问知道才知道他是老君。我那时候想说，看大哥不要惹，不要惹到大哥，不要惹到大哥。很踹、欸，很恐怖啊！你看到老君，你就会想到，而且那时候谁，他女朋友就是我的 mod 嘛。那时候我们也是说，那时候找老君出去。一方面好处是因为不怕路上的人找我麻烦，你懂吗？啊，对，老G不是老G比较凶，啊不怕被人家骂，被人家凶。好嘞，开吃。对，所以那时候其实老G给我的印象就是，哦大哥。因为那时候老 G 当时剪的发型是早期阿靖那种，就是两边剃掉啊，四头，对啊，就两边剃掉，然后往后绑的那一种啊，对，所以那时候就是远远的走过来，而且他走路是那种很阔气的那边走路，就是在帮人家签名的时候，就是啊，可能有水要等那个笔，等笔送过来，然后等的过程中，就是有些人什么。有自己有代笔啊，签，然后就在看说远方说，我笔还没来那样子，然后就看到老君，我想说眼睛不能对到，对到会很危险，然后就在开始低头。你超级各种刻板印象跟先入为主。不是啊，很多就是眼睛对到直接下车开打、欸。我在吃馒头了，我在吃馒头了，我这边可能。六个吧。
看到会出事。对啊，而且我看我一开始我就是很怕说，看走到我旁边的不会刚刚真的对到眼吧？他生气了吗？我本来要讲说对不起，对不起，然后就从我旁边递了一支两三支笔给我，问我说哪一支比较好用，然后那些笔还现在还在我的包包里面。你没有得到还人家吗？给我的啊。哦，送你的。你开始好奇老居的长相了。老居瘦下去一定很帅的那一种。我不是说他胖啊，是他的五官瘦下来会很好。小鱼应该也很期待。老居当然见过我啊，我们有一起吃饭，当时会有这个游戏片也是老居下台中陪我拿的啊。你在想什么？我还跟老居一起出过车祸欸。天哪，没有，那时候是我们在高速公路上，然后那时候是前面有出车祸，没有，前面就已经有出车祸了，然后老居就是有刹车，然后通常那时候老居讲了一句话说啊，通常这个出车祸后面都会追撞什么之类的，棒。Oh no！ 没事啊，就是他后面的保险杆还是什么被撞掉，被撞了，啊，人都没事。啊，准备救命，我迷路。你现在在哪里？我刚刚。不是啊，这边我也走过一次啊，就跟着走啊。跟着走。他这边就只有一条路啊。对啊。啊，对啊，怎么会迷路？跑完这边了。啊，继续走啊。对啊，跑完这边了。他没有路了吗？这边被我刚自己堵住。那你只好出去再进来啦。被我自己堵住了。哦，这边有走两次的方法，不要走两次啊。哦，好麻烦哦。老居是不是身材很高大？对。哦，身材大但不高。黑母的。我想你只要站得比他高，他可以把你拽下来，让你变得比他矮。动点脑啊，精灵吧，恶魔。我有在动脑啊。他怎么会把自己毒死？啊，我刚刚就不知道是要走这一条，我刚走另一条。你的法拉利嘞？没钱啊。在地狱啊？干嘛？要包给你？对啊。包给你？啊，不是啊，我就喝醉酒跑来人间啊，我也不知道我怎么上来的。你这边不要用类比哦，要用按那个方向十字键哦。好。你轻轻推掉你就死了。怎么死？被我笑死。不用害怕啦，其实老居就是面恶心善呐、啊。我完全能想象到被笑死的画面。你总说要把地图。我刚刚从这边，哦，我要过去，然后想说，这边推过去就死了。啊，你左上角的嘞，左上角宝贝球拿了没？左上角。对啊。可以拿，我拿了一颗，另外一颗，另外一颗就要从另外方向捡，对，然后往内抽，往右边推，对，我还没那么笨，怕你笨没？我哪有那么笨？我这边会卡一下，很正常。往回走啦，不要坚持好吗？我觉得我可以突破那个，不行，那个你破不了的话，卡在这边 bug 怎么办？无形的，无形的。
在那边没有什么。我也是脸凶的代表。哎、欸，你还好哎、欸，第一次见到你还好哎、欸。那时候看电影，就是一群人去看电影，第一次见到铲铲。啊，那时候我就哎、欸，我那时候联络不到菜渣，我跑去联络铲铲。他跟我讲说我很好认啊，你看头发就知道了。我说啊什么头发？就我先找到菜渣，然后铲铲之后才来。我说哦，你的头发真的好明显哦，你看起来不凶啊。你才155，没事啦，我也是高中之后才身高长起来的。那时候国中144，每次都坐在最座位最前面，好不容易老师抽签抽到，就是我可以抽到很后面的位置。他现在前面的跟我讲说，老师我要跟繁星换，然后原因就是因为我比他高，我比他矮。我就被换到前面去，我就从来没有坐到第三排后面过，都是一二排在轮，难过。没关系啊，小小只的很可爱啊。我羡慕小只啦，怎样？你在思考下次染什么了？你还有什么没染呢、啊？收保护费，压低呀！老居力气大吗？哇，他怎么可能不大、啊？欸、你知道老居那天出车祸下车，啊，后面那个应该是吓死了吧？怎么下车的一脸凶神恶煞的样子之类的？你的头皮不允许我染了。好好好，你看吧，再染啊。欸、我也好久没染了。对，我两年前染过一次。我比较不喜欢染色系，喜欢冷色系的，但冷色系都染过了。那就渐层的染啊，有没有？你可以染白色。你就黑色，然后内层是染蓝色啊。外表黑色，然后又就是掀起来的时候里面是蓝的。我、哦、那种超难染的，我那一种很好看，对吧、啊？那、啊、就难染呐、啊。反正是理发师染，又不是我染。好看就好，反正钱给他，投给我。没错，没错。你们要再回来哦。那我抽到40只哦，你们要快哦。你是情人节生日哦，我知道哦。自己推算的差一点，那、啊、你很会推哦。身高
我忘记那 M 哎、欸欸、M 你多高？一九几啊？啊、哦，好高哦！很高啊！他那时候就是我们这边的人形立牌。那时候去 CWT， 要来找我的话，先找到他就会找到我。那时候就跟他讲说，你要不要头上戴那个宝可梦的那个补给站的那个东西？可以戴兔耳朵。嗯，云云，拜拜，再给我，呀拜。我带完黑发妹子了，抱抱睡，大西晚安，辛苦了啊！干，你不是大夜。你不是说你大夜这种大夜是10:43睡觉？我是要跟着哎、欸，对啊，红线在哪里？右边啊，右边出去啊。哦，出去哦。对啊，安安来看一下，去交作业了。好，拜拜。就是一直走，一直往前走，一直走。对，你可以绕过他们，这边都有路可以绕过，就看你有没有绕。所以现在我可以绕过 NPC 了。对。耶耶！我终于可以躲避他们了。明明晚安，拜拜。拜拜拜拜！啊，快进来！太开心了，好开心的，这样子就不用一直打架了。我们赶快去拿完红线，就可以赶快去让他们生小孩了。然后你身上带一只东西叫火焰之躯的宝可梦。哎、欸，你是？钻石还珍珠，我好像问很多次了。珍珠啊，那你去抓小鸭嘴火兽。小鸭嘴火兽，对，它会有火焰之躯，然后火焰之躯是可以增加蛋孵化的速度。那还有其他的有？有啊，熔岩瓜牛。好像叫什么龙岩铠甲吧。干嘛打你了哦？还不进来？喷火陀跟龙岩抓牛。啊！不进来。你最好是不进来，要给我断就好。你不进来没关系。好吧，我来去抓抓看。熔岩铠甲也对啊。大伯，点到为止，打到了哈。等一下来去地下捞鱼，大家都可以捞。哦，那，不要看我，不要看我。跟他走，跟他走，白痴哦，好好好，我想跟他走。不是啊，走树下面啊。哎、好，对，然后上面那颗就是了，上面那颗。好，思考一下吧。上面那个，上面那个。上面哦，
啊，北基啊，被你个你才北基哦，在那边，他就在那边那么大只在那边，没看到。我有留过长发吗？现在比较少了。你的长发是多长？你们帅。我之前我的刘海有到下巴过，而现在我只要留超过到鼻子，我就要剪掉了。太热太不舒服了，而且痘痘会很多。在场有多少人头发到膝盖过？我可以啊，我现在低头就可以了。我因为我现在把膝盖放在上，我只要低头就碰到膝盖。哎、欸，我也是哎、欸，那我也到膝盖。别屁啊！哎、欸，我很早就已经维持这个姿势。学屁呀、啊！你才学屁呀、啊！你很早，你多早？你比我小。我410岁。啊，是哦。我捡到红线了，那我可以走了吗？可以啊。等下，我要去找那个有火焰之躯的东西。我先看一下，我衣服是公的还是母的？一定是公的啊。大概就是要叫你去抓、啊，那是母的，啊，真的假的？抓，哇，你太爽了吧？那那都是普普通通，反正就是啊。再来就是你要去抓，期待你长发及腰。哇靠，哇后仰是不是？有不变之势吗？没有哎、欸。不变之势是。没有，那就是要开始培养啊！没有一开始就给你什么开局送神兽好吗？哦，所以我要练它。练什么？不是练啊，不是练，是要开始养，就是拿去交配。哦，所以它可能就会生出很棒的。对啊。哦。哎、欸，那你有母的比较好照顾啦。你去搜寻就是蛋群嘛，一部母的，对吧？一部的蛋群呢、啊，然后你去找有公的就好。好好，我来去找一下。为什么你抓完希多兰的双胞胎还是死的？你再多打两次看看。你再多打两次双胞胎看看。不要哦，去啦。就是红线。给我幸运蛋吧！你可能之前都没有打过双胞胎，所以才会卡在40分，所以你可能要再打一次。我有个男性朋友，头发我那时候就是头发长到被人家以为是女生啊，而且我那时候在超市上班，然后所以那时候。而且还是我那时候头发真的长，然后我后面头发是绑，真的是绑马尾绑起来，然后就说：“妹妹，请问一下。”我就哈，然后是真的被问到太烦了，我就去把头发剪掉。他当下一定觉得很错愕。不男不女的。吃饱又想睡，行为越来越像某种生物了。欸，跟你讲，猪才不是这样子欸，要小看猪哦。坦坦，你才不是猪呢，你是的话也是可爱漂亮的小猪。哈哈，我想一下哦，吃完就想睡，就人啊，不然就是啊，我知道你一定是 baby 好吗？这只有小宝宝才会吃饱就想睡。你可能比猪还废，没有，你就是小宝宝。我们来研究一下伊布可以跟谁生小孩。啊，对耶，第20年了齁。哎、欸，不对啊，我、哦、没有。哎、欸，对，哎、欸，没有，对不起，我等一下我说了。你在干嘛？不是，因为第20年，就是我刚刚所讲的连锁是第20年会有 EV。然后现在就是20年的话，哎、欸，30年的话会有2V， 以此类推。
那我现在只是连到第20连而已，就出现了2V 了。因为2V 的动画就是你会有画面会先照你自己，你应该有这个时候吧？不是平时都是先照宝可梦吗？对方宝可梦，啊，有时候是不是会先照你自己才照宝可梦？听得懂吗？好像有吗？好像有。你要去找龙岩地带啦，你这边好像没有。啊，我这边没有啊。我不知道，我跟你不熟。好啊，我们不熟、啊。我跟弟弟不熟。你现在是要心结吗？来。是你先讲，我们不熟嘞。我们多熟？很熟啊、欸，我们认识了多久啊？你400多岁哎、欸。你想一下，你是要以你400多岁的手，还是要以现实的手？你现在是很错乱。400多岁的手，在地狱就认识你了。哇，我还没出生欸。二 V， 啊。我又不是一出生就跑来人间。那表示说我还没出生就先认识你了。没有啊。我也是之后才跑来人间的啊！你不要在这边遇啦！我记得那个哪里，你去那个随意镇，随意镇下来就有的样子。哦，随意镇吗？对，先回地表。我先去尿尿。好。不要偷看哦。我干嘛？对战塔上面生存区地下就熔岩。啊！哦。哦，你有去对战塔过吗？他没有啊。哎、哦、有啊，上面啊，那你就哦生存区哦，右边啊，右上啊，右上，对战塔在右上。对啊，我不想说是随意镇嘛。哦，对啊，也是啊，可以啊。繁星这辈子玩太过地狱了。直接服。嗯。去啊！快去啊！我在找啦，找到了啦。这边是以后你常来的地方，就记好。你以后要这边放生一大堆生物，你有看到下面是幽灵塔，你都说过了。哦，那边是宝可梦安息的地方。对，你还要生一大堆鬼过来，然后再把它放生掉，那吓人鬼阵。你是忘记怎么下去了？没有啊。你就是忘记啦、啊。我只是一直在按错，手撇。哎、欸，等下，按错。没差啦，你附近又没有人，随便按都可以啦。我在按啊！你在按啊！我一直在手撇啊！狂按 A 都可以的、啊，白痴哦、喔！不能前一次存档也好啊，对吧？旁边。哦。就找龙岩瓜牛，但是我真的不知道哎、欸。就找，好，快出去，快逃！它是什么东西？我想看一下。它犀牛啊。啊、骆驼，打死他经验很多。可是卡布奇诺说喷火陀也可以耶。他是喷火陀吗？对啊。那你抓他。那你抓啊。我怕我不小心把他打死。千击球啊！哦对好。你除了让我生气还会什么？卖萌、撒娇、吸烟、被吸、被抽。好，去尿尿了。你笑得很开心哎，天啊！我被骂得好惨哦。哦，你被骂得好爽。我说我被骂得好惨哦。我每次看你的皮都笑得很开心哎。Are you sure？ 哎、欸，我抓到他了，我就叫他生育机器好了。我这样会很过分啊。啊，孵蛋机器好了。等下，繁星应该有关我的麦吧？他应该不会让他的频道被我霸占吧？等下，我确定一下。他应该有关麦吧？没关，我可以霸占繁星的台了。
Hello， 大家好，我是 Tobacco Mocha。我被凡金欺负得很惨，你们应该也知道，对，希望你们多多同情我，凡金好凶哦。没有啦，我不会乱讲话啦，我讲的你们都看到了啦，好可爱但又好看，那又很像，但是奖励不是好吗？哎呦，他每次都好凶哦，他对你们都超好的，所以有料爆吗？没有啊。你们想知道什么？可是你们问了，我也不一定会讲，很多东西不能讲。结果其实繁星在偷听。先不要哎、欸，失望，没办法、啊，因为跟前辈很好啊，所以不能爆他的料啊。真的很强，哪有很强啊？我没有，我没有。他回来吗？他回来吗？没有吧？哎、欸，他回来了吗？啊，还是他故意关我这边的麦？再动了？哎、欸，回来都不讲的、欸，干嘛要讲？继续讲啊！我什么都没讲哎、欸，我知道啊，我说你继续讲啊。我已经不知道我要讲什么。你抓到可以回去的、啊。好，我要回去。再去抓百变怪，看你要百变怪还是什么啦？因为百变怪就是比较万用了、啊。如果你只想要生一对公母的话，百变怪配谁都可以。对啊，如果你因为公的很好生啊，哪里会有百变怪？我刚刚教你去哪里？北麦斯，左边，最左边。对，这边会有那个吗？那个不会有我。我说百变怪有。好，往下右转。好帅哦！就是这片草原。那你有没有拿到宝可追踪？有。有吗？那你就按宝可追踪，登录一下。你就看到你跟我一样在那边登登，对，登录一下，看你喜欢登哪里。钓鱼用不到了，对。那我建议你把脚踏车拔掉，你骑上脚踏车就整个会没有了。就是你就只要留宝可追踪就好，其他都拿掉。为什么？等一下知道为什么，都先取消。我有很鏘吗？好，你现在按一下加键，有发现完全不用选。哦，对。对。那我先去踩过50，它电量不。电量就是你走50步啊，你才会看到我每次不知道为什么在绕来绕去。哎、欸，对，好有道理哦。对啊。前辈，我真的很鏘吗？你说嘞？你想听实话还是谎话？我觉得没有你说实话，因为你的观众说我很强。强是还好吧，笨了一点。那好吧，那我觉得你的观众是说强一点。你才笨啊，我只是会迷路而已。然后偶尔左右不分嘛。
对啊，然后有时候会不小心按错按键啊，都很正常吧，大家都会吧。呀拜！对啊，就路痴啊！光遇我会路痴啊。没事啦，光遇的路真的好难记哦。哎呦花，等下要抓百变怪是不能喷喷雾啊？要喷啊？要喷哦。嗯，你中途如果遇到别只，你就采草遇到就是喷了草以外的宝可梦就会断掉了啊，所以才会耗大量的喷雾吧。我刚刚把喷雾加我的最爱，有个妹子，你是说通话的妹子还是聊天室的妹子？喂，干，你怎么第一只就遇到？我不知道哎。好，来抓吧。开始锁喽，所以你之后遇到的都会是百变怪哦。对，那建议你第一只不要带太凶的宝可梦，因为它会变你的第一只，所以你可能在抓它的途中你会被打死，懂意思吗？好，就是会有人抓，是抓说，就是带一些可能像撒娇、瞪眼、泼沙，然后就是叫，这四招很没有用的招。第一次放他，有听得懂吗？听得懂。对，他打不了你，嘿，你就可以这样抓他。通话的叫摩卡，我是摩卡 ，Hello Hello。哇，我超厉害的，一开始就遇到了。你要连得下去啊。然后迷路是很正常的事情，大家不要怀疑。为什么没了？哦，我看错了是不是？没事，抱歉。我替你紧张哎，天啊！哇，好贴心哦。完蛋了，你还敢带这只，你要被打死。我忘记好玩的。不锁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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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忘记锁了。啊。27没了。嗯。还是我们来抓一整队白边怪。神经病，有什么好用的？可爱啊！等下我把它打死了，这样会断吗？我说过啦，就是你越远的，就是成功几率越高啊。啊，打死的话，越远的话，最远的话是83呐。啊，抓的话是93呐。成功啦！哦，带那种等级超低的，治愈波动，还有生命水滴那些吗？你可以去抓一只大牙鲤、大尾鲤，或是你看你有没有那个，等一下哦，那时候留一。
哦，双尾怪手或是大尾。哦，好。因为有双尾怪手，有搔痒、摇尾巴、接棒，哦，还有一招可以换掉。感觉一整场都是我是谁我在哪的概念，对啊，所以迷度是很正常的、啊。特性的宝可梦，你的宝可梦是什么 ？I'm a replace my band。我的化石翼龙还没用啊。Also hello Mocha's friend， 繁星，我这边外国观众跟你 say hi。Hello， 那一位吗？昨天那一位吗？对 ，Primus。Hello， 你是说这一只化石翼龙吗？我还没有开始用哎、欸。你开始用了是不是？还有六只伊拉斯，我不要。Hello， 醉醉 ，Hello。不要让他学叫就好，可是他五下之后，他只能放五次啊，五次之后就自残了哎、欸。我卡在开台啊，他在啊，哦啊都没追，来，再贴一次，好贴到我自己的了。我贴到自己的台，去订阅他就点下去，哎、欸、我订阅啦、啊。在哪？在这儿啊。你还没挖出化石翼龙？我有啊。还是我的给你，你要去弄。什么给我？不是你啦。哦。用喷雾，第一只等级如果比草丛。对啊，所以你不能抓太低等级的啊。对新手村抓的话，你喷雾根本没有用。这边算新手村吗？你在哪？你刚刚跟我讲的那个地方。不算啊，这边三十几等、欸、所以你就要带三十等以上的。我带了十九等的，十三等。那你很危险哦、喔。他现在十五等了。那你很危险哦、喔。你的锁到一半就断掉了、喔。应该是，我不知道哎、欸。帮、哦、我弄梦特吗？哦，不用啦。我想说你要的话，我这边的化石翼龙可以给你啊。啊，太难过了，伊布又没了，又没了。要看我的化石翼龙吗？很大哦、喔。我的化石翼龙应该跟你一样大吧？啊？你要吗？少云第二只。它是硬，坚硬脑袋。我明明都有放生啊。Hello， 木木安安啊，看看咱会先消失十分钟哦，没事的，没事的。摩卡现在可以管理聊天室，因为现在在刷百变怪，没有在忙。我的衣服没。乖乖，不哭不哭。要梦特化石翼龙啊，所以我们正在用啊，你是要给我是不是？那天换膏药就是要用梦特化石翼龙，你有多再给我、喔？耶，抓到第四只了。对，好啊，还是少云，我去生一只再来给你，还是你有？你有要，
那我们去蔡梦哲，我们去三个八，七个八吧。给你两只哦，你要一只给少云，谢谢，谢谢你，给你一只我的 ID 的翼龙，看你要放生还是存下。扎布利娜，谢谢。真的很好哎、欸，你还要什么吗？有没有要玛丽露啊？穿山鼠啊，娟娟的啊。娟娟儿好，娟娟儿，谢谢。你不会是拿刚抓的拿来放第一只吧？哎、欸，你断掉了、喔？不是还没？不是啊，哦，百变怪，对不起，按错。为了娟娟儿，概率5%的果实开始连锁卷了啊！金毛哥，谢谢，谢谢你的压迫感。你可以在干嘛？大嘴娃吗？我还没生呢、欸，那只大嘴娃没生。上班了，拜拜拜拜，上班加油哦！拜拜。那你先来换啊，大嘴娃我改天再生。还是你先拿去生，等一下再给我。我卷卷五趴会吸带，我那天连锁一堆、欸，可是没有带、欸。还记得我那个59个连锁的卷卷二吗？好像没有带过哎、欸，也是可以。好、啊，你先进来交易啊，啊还我、喔，或是你有办法生出母的给我，母的捡特工的给我交换。前辈，如果我两边都没有太完美了的评价，他会蹦出太完美了的小孩吗？会啊，他就是，我就讲了啊，就是0-31乱数决定啊。哦、oh. ，看一下卷，这只吧。好，他怎么又迷你龙？娟娟而有，那你就去打、啊，不然就去那个捡啊。姐姐也有打错地方，没关系没关系，
辛苦你了，同时看两边台，辛苦了。这次要敷一部吗？可能要了，我好难过、哦。我们拿到梦特化石翼龙，给他吃药，只能吃药。你还有吗？对，正常管道吃药。你看一下他们。哎呦，等一下等一下，沙影是梦特吗？繁星，我想换一只公的六 V 卷卷耳，好，等我一下哦。两个梦特的孩子，那我真的要取一下可以色色跟不可以色色了。爸爸，梦想啊，对不起，梦想。然后一个是可以有梦想，一个是不可以有梦想。哇，那这两只很棒耶。我抓不到它，它一直回血，我不抓了，我就用我现在有的来生好了，随便。放弃了吗？好累哦，反正总有一天会孵到的。好，你先去看你家后院啊。我家后院功德，你要笨笨的还是要逃跑？你是拿来当蛋种吗？这只是啥？这只是要练功德，要练的都在这儿。那个谁，蛋总，那好啊，八，来样88，笨笨也行，不行，笨笨不要，笨笨的，但我放生很多只啊，有时候还是留一只笨笨的起来。这样子我是不是应该要改成梦特来孵啊？我有一只梦特的。等一下，我忘记改对我第一只放了超笨的东西。你哦？对啊。你把你放出去哦？对啊。回我对，天哪！你不要回我，你在学我啦！在学你。你学我讲话。没有啊，应该不是你，你是谁？这样你是谁？那我们去八九，他是谁？那我们去八九吧，改去八九。而且他 ID 我没看过哎，我的密码被乱录了。欢迎回来，坦坦桑，欢迎。八九。哦，他是谁？差点换出去了。原卷耳梦特不好用，真的吗？可是不会麻痹耶、欸。麦当当吃起来，
哦，不要哦，你在这边偷放毒哎、欸！你在摩卡会想吃宵夜？是啊，我在吃泡面。哦，你好过分哦！我好过分。我在减肥哎、欸。你减给谁啊？减给我自己啊。哦。啊，总是卷卷耳，万卷卷耳，干嘛？对啊，不要放毒。贩毒还是放毒？放毒。哦。也不能贩毒了。你赶快去后院，哪等你去后院看。好啊，等等啊，我先把那个果实收下来了。好好好好好。爷爷奶奶等于提款机，对他们打他们可以拿超多钱的。还有吗？没有了，好，谢谢。不会不会，整个 ID 有点过，没有啊，是在讲那个游戏里面的爷爷奶奶。哎、欸，要怎么知道后院会跑出什么、啊？你要先去问那个啊，古人啊。比较羡慕的人，右边第一间，看一下、喔，总共要问三，还有暗示两次，啊，再羡慕吧，羡慕吧，按慢一点，按慢一点，好，胖丁，胖丁，我看一下、喔，富翁有贴说。我看一下哦，胖丁再是喵喵吉利蛋，再就是一步了。所以你是明天喵喵，后天吉利蛋，大后天是一步。别压榨游戏里的爷爷奶奶。有没有听到啦？啊？怎么？我刚刚讲什么？怎么今天是胖丁？怎么几天是几天后是一步？明天喵喵，后天吉利蛋，嗯，大后天是一步。一步大后天，大后天是我看礼拜五吧？哦，礼拜五。好，你还没休息吗？对呀、啊，我现在抽烟，我在抽那个烟之二。你应该只会物理上的抽吧？看你喜欢吗？不要。啊。生气！我不连锁了，你这个笨蛋！这样算步数吗？等一下，我忘记看刚刚那只百变怪是公的还是母的了。百变怪没性别啦。哦。刚突然害怕了一下，他们关系不好怎么办？还会是会生蛋啊？关系要好就是要靠别人家的东西再加你的，就是比如说我抓给你的百变怪配你自己的衣服，他们才会关系好。哎，那红线要用在哪里啊？任何一只都可以啊。哦，两只其中一只。哎、欸，等一下，你现在没红，你现在应该没有一只太完美的吧？有一只，有一个太完美。那你就随便放啊。好，默默晚安。默默晚安。对啊，有一只太完美就放在那只身上就好了。带在身上。随便一只身上。好。现在干嘛？断掉之后让我好迷茫。我现在好难过。还是欺负道馆。先把角色练起来，刚才欺负我。嘿。嘿。这样。
为什么要欺负我？训练，锻炼。没有，你就是在欺负我。因为我欺负不了别人，真欺负你。先存档，不然等下被吼下去就死。要放多久他们才会生蛋啊？一直跑啊，一直跑，跑到老爷爷向右转。骑脚踏车啊，这时候脚踏车可以拿出来。哎、欸，天路大哥安安啊！别让他吼了，真是的。我也不想让他吼啊，他吼就死了。没有一只，除了这只以外，没有一只可以打赢他的。有啦，巨贤堂还有可能啊。在这边骑脚踏车，然后圈圈。好。我是。有、欸、啊，他现在又转了。啊，他现在又转了。你是骗我。没有吧？对不起，我现在看你的画面是小的。哦，好，没关系。你在这边绕圈圈就好啦，把你的泪摸，把你的蘑菇头，对，顺时针逆时针转就好了。我像我路上讨厌的臭婊仔哦。你又没有改管。我们今天付完一批蛋，我们就下播好了，有点累了。我有点累了。我们今天该做的事情也都做到了。不过效果绝佳、啊。你在这边每天绕十个小时以上，就会觉得无聊了。摩卡也这样觉得，摩卡觉得应该不会坚持太久，接下来你们就不会看到宝可梦台了。反正一周目已经破了。啊！效果绝佳是骗人的。哎呦！那个谁，少云，还是改天你再把大嘴娃还我，我想要休息。打完这个我就休息。哎、欸，还在直播，要关了。前辈，你那边要关了？还没啊？怎么了？哦、oh. ，准备了。哦、oh, ，好。这样才能专心吃东西。你在等我？没有，我在等老爷爷回来。我想说，好意思让你等，我何能何能？那所以的哦，你有蛋了、哦，你可以现在还我，你有蛋了。好，我等下给你拿。他们就快点转头啊！我他们的关系是有多不好啊？哎，罗浪之带红线，怎么那么硬？你他妈！你又吼！是啊，被拖出来打。
拿到第一批蛋就棺材好了。我觉得要把它孵出来，我应该会直接变成睡，我应该会直接变睡觉台，我应该会睡着。对来说，孵蛋比较适合是聊天台。对啊。老爷爷能不能赶快回头啊？我等你等的好苦啊！战斗，感觉打不破啊！还有 P 带啊！酒店要去，所以明天要去找吧。梦涵在哪？晚安，晚安，酒店晚安。哦，他回头了，他回头了。干什么？两个在干什么？好的，各位，我们拿到一颗蛋了，恭喜哦！我们今天就到此结束了，我卡不行了，我们先回到全部。啊，今天也开了好久，从四点开到现在，啊，想睡觉。嗯、各位 Believer 们辛苦了，大家晚安。Good night. 哇塞！おやすみ。拜拜。拜拜拜拜。翻车喽！用全敷药，我也要用全敷药。你是不是拿圆形护符？哎，对耶，你拿全形护符了没 ？Hello。拿什么？你有拿全形护符？那是什么？好，等下跟你说。我现在遇到很困难的战斗，不要了。打不过，奇怪，总觉得特别难打。我带你去吧，然后顺便去交易。你要看画面哦。好。剪指甲嘞？没有，我在把那个拔指甲，手把扣回去啊。哦，拔指甲。我干嘛拔指甲？圆形护符。对，来，首先你飞到野原市。野市，好，等我一下。奇怪，怎么打不赢？发生什么事？玛丽露怎么了？野原市。对，然后往右边走。往右走。其实那要飞的话，飞最右边的比较好，就是要过草。他说我往右走、啊。没事没事没事。我分享画面一下。好。
我等一下要把我画面关掉。这边吗？我会趴，等一下。好。然后到这里，真的还记得在那边对不对？哪边？你荧幕分享没有开啊？哦，有啊。啊？我这边没看到啊。有啊。哦，有了有了。这里有没有印象在哪里？有。然后你找他，跟他对打，打赢之后就会送你一个东西叫圆形壶。啊、那个东西是生蛋的速度会变快。哦，感谢醉醉提醒。那个谁，赵云来，来个头，等一下我去抓一只宝可梦。铃铃，这里。你怎样？你说那个谁？对。我知道啊，是你啊，来吧，交易，交易完就关台。哦，我没记得伊布那个最少9000多来，圆形护符呢是生蛋呢，生蛋的，你是说人要跑9000多格他才生一颗吗？不是吧，生蛋不是看那个的吗？八八哦。所以刚刚那个人是谁啊？偷渡客。他可能也在想你是谁啊？不可能，这密码用那么久。人家可能今天刚玩哦。哇，这是大尾狸，不怎么样，怕寂寞。还有火焰之躯了啦！哦，刚都没在听。哇，你没在听，可是你却知道他没有原型护，天啊！可能大家觉得我什么都没有，因为我笨笨的都没有找到。伊布的孵化周期35乘以每一个周期25，要走82。没事没事。乖乖放这边。好了，感谢各位。打不赢哎、欸，被灭了、欸、好啦，那我们明天见啦，各位晚安，拜拜。大家晚安，拜拜。啊，看一下有谁可以带啊？
小雪有开，然后我们去小雪台，就是小雪台啊。好，那明天见啦，各位拜拜。晚餐晚点见啊！